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老师要求学生上网完成一份线上测验的、线上测验的题目共有四题，是单选题，那选项有三个啦。那现在的话，他是说哈，这个学生答完以后的话哈，将答案呢送出去以后，如果答对以后，第二次的话呢再打的话，这个题目就不会出现。如果你答错的话哈，它的话呢会再出现，但是会再出现的话，你在打的时候你就不会答那个呢你刚刚选错的那个选项。好，那现在在这种条件底下，他问说哈，这四题的话哈，恰在呢答题答两次以后，哦，就四题嘛，两次嘛，哦，一次呢四题出来，然后答完以后的话，你答对的不会再出现，然后答错的再出现，你再答，最后的话全对，也就答两次的话就全对，答两次呢就完成了这个测验哈，答完两次就完成这种测验的话，那种几率呢是多少？好，那答完两次就完成测验的话，它有什么情况呢？有可能第一次哈、哦，通通答错，答对的题数是零次哦，零题，那答错就四题。也有可能呢，他第一次答对一题，那第二次的话呢，答对剩下的三题。有可能呢，他答对两题，然后呢，第二次答对剩下两题。有可能呢，他第一次答对三题，剩下一题呢，第二次答对了。总共有这四种情况。那这四种情况的话呢，这个几率哈、哦，我叫做 P 零四好了。P 零四这个几率等于多少？首先，他呢四题都答错了，四题都答错的话哈、哦，他每一题的话哈、哦，答了一个选项，那就剩下两个选项了。哦，四题都答错的话，第一题答错，它的几率也是多少？它答错的几率哈、哦、是三分之二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一个选项是对的，其他两个选项的话是错的，它答错了嘛，所以它是答错的那两个选项，所以它有三分之二的几率呢，它是答错的。然后呢，它有四题都答错，所以是三分之二的四次方。哦，这是第一次答。第一次打的话呢，全部答错了。好，第二次呢，他再把什么呢？把同样的题目再送出来。那个每一题的话哈，我已经哈答了一个选项了嘛，答了一个选项，我知道有一个选项是错的。现在变成呢，剩下两个选项，一个对的，一个错的嘛。那我在第二次的话呢，要全部答对啊。所以你每一题的话哈都要答对，每一题答对的几率呢是二分之一，为什么？因为已经有一个选项呢我已经答过了，所以呢是二分之一。然后每一题都答对，它的几率呢都是二分之一，有四题。好，再我们看看呢，这种情况的几率我们叫做第一次答对一题，第二次答对三题。好，那第一次答对一题的话，他有可能答对第一题，有可能答对第二题，有可能答对第三题，有可能答对第四题。也就是说，从四题里面呢选一题出来，这一题答对了。那答对的话呢，它的几率是三分之一，它的几率是三分之一。然后呢，其他三题答错，它的几率呢是三分之多少？三分之二，有三题答错。这是第一次打，然后第二次打的话呢，剩下三题，这三题的话全部答对，每一题的话呢，现在只剩下两个选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第一次已经答了一个错的选项，我已经知道某一个选项是错了，我不会再答它了，所以现在的话呢，剩下两个选项，两个选项的话，
两个选项有三题，每一题都要答对，每一题答对几率都是二分之一，有三题，所以三次方。好，再我们看看呢，这个第一次答对两题，第二次答对两题的情况，二二。好，那你第一次答对两题的话，就是四题里面答对两题，哦，那答对的几率是三分之一嘛，有两题答对嘛。另外两题的话呢，答错乘以多少呢？三分之二。这两题答错，这是第一次答。第二次答的话呢，剩下呢没有答对那两题要全对嘛。那你要答对它的话，几率是二分之一，因为有一个选项你已经答过了，二分之一的平方了。好，那这种情况呢，是第一次答对三题，第二次呢答对一题。哦，那第一次的话呢有四题，有三题答对了，我这三分之一的三次方，那有一题答错，三分之二一次方。第一次答，第二次剩下一题，剩下一题你要答对的几率是二分之一。好，那这几率把它全部加起来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恰在两次答题，把四题呢全答对，它的几率。好，这个多少？这二分之一可以消掉嘛？所以是三分之一的四次方，这是八十一分之一。那这个呢？这是三次方，是三次方，这二分之一消掉，所以这个也是三分之一的四次方。那 c 四取一是四，四乘以呢，三分之一的四次方是八十一分之一。那这二分之一可以消掉，哦 ，c 四取二是六，哦 ，c 四取二的话是四乘三除以二乘一嘛，这 c 四取二，这是六，六乘以多少呢？八是一分之一，把这二分之一消掉 ，c 四取三是三，乘以八是一分之一。好，那我全部把它加起来，全部加起来的话呢，这里有多少呢？哦 ，c 四取三是四啊，弄错了 ，c 四取三等于 c 四取一是四，这是十嘛，五加一十五，就十五乘以。八是一分之一啊，三五十五，三二得六，三七二十一，所以是二十七分之五了。所以几率是二十七分之五。